欢迎大家来到纽约下午茶。我作为苏联钢琴中心的主人，非常高兴邀请来到我的纽约下午茶，坐一坐，欣赏自己的艺术，欣赏艺术和看看纽约的风光。我们谈一谈自己的理想，也谈谈自己的有兴趣的事，但是也不一定非得要很谈高大上，只要开心。聊一聊自己的心里话，让自己静下来，去感悟这个美丽的世界。